各位好，咱即摆开始上课吼，来请起。起来。来，请坐。各位同心前辈，大家好。好。啊，真有关系吼。今日拄到啊，做我拄仔等下越南，我对越南等下台湾者吼，我自抓来遮，甲各位分享一下我一寡心得啦吼。我心得啊，我拄到电力公司甲咱断电吼，是真热吼，很热。啊，毋过我要甲各位报告，但迄个咱遮吼一开始是尤先生吼，伊甲咱迄个提供场所互咱，咱来的时阵吼。阮是含，莫讲恁去啦吼，含电风就无，所以大家吼，较忍耐吼，那个有一个革命的精神吼，啊，当然咱唔免流血吼，不流血的革命吼，咱要用法律来处理咱台湾的代志，为咱的后代的囡仔，为咱家己吼，为了咱真正的身份吼，啊来拍拼。这节课吼，其实是足简单的，简单的吼，台湾人到底啥物人？啊，咱要谈遮讲吼，就是讲，咱台湾人家己毋知啥，家己是啥物人诶，啊，搁人教育，迄其实我要来讲个报告吼，因为咱一开始一出世，对咱人去互登录伫咧中华民国诶户籍成本内底时阵，咱就接受洗脑，吼，一出世就被洗脑，甲死含家己诶啥物人都毋知影，啊，这实在咱也无来甲讲互清楚吼。在咱这世人，就是来遮白话一解吼，白话一场吼。所以我讲，这节课吼，要来正粗浅，要来甲各位报告讲，咱台湾人是啥物人，是安那是一国的人。我是啥物人？我到底啥物人？你敢知影家己是啥物人？我甲各位报告了吼，唔知影，绝对你唔知影。你若无来遮上过课，你唔知影。包括民进党嘛，咧甲你骗，国民党甲你讲，啊，台湾人就中国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民进党甲你讲，啊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啊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啊，代表啥？啊，台湾人比中国人，同款意思，啊，台湾人敢真正是中华民国人，敢是安尼哩？吼、哦，我要甲各位报告，我头拄仔讲，咱一出世就去予人甲咱洗脑，是安怎？因为中华民国伊本身无户籍的登录的制度。中国人无户籍的登录制度，迄是等大日本帝国的时阵，当台湾的时阵，甲咱建立的。吼、哦，一个拢是国家的财产，拢是个宝贝。一个拢爱甲登录起来，一个都袂当拍起个。吼、哦，因为咱的宪法的主权内面有包括啥物物件呢？有两项重要的身份。第一，就是土地的范围甲倒位。第二，这个国家主权下的人民的对象。到底有几个人，还是什么人？所以你若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含宪法，你都已经不适合用了吼，不适合用了吼。我要来甲各位报告的，就是讲吼，因为我对越南倒来，我最近吼，迄个伫咧去年的十二月初五开始过去越南遐咧做工课，啊，就办咱一寡公司的一寡工程师，啊，过去越南遐咧建设，啊，有一寡状况，我要甲各位报告。就是讲吼，只要写一张公布吼，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公布，啊，一个特别叫做黄成勇，哦，迄人较第二啦吼。伊只公告啥物呢？台北市的，迄个也做警察机关合法的刑事记录证明，这叫做啥物呢？良民证啊。哦，咱台北的所在无犯罪记咯，即当去越南遐做工过哦，无人越南人嘛无爱讲你那些阿三不五的人来电，我只好我来做工过，因为我爱阁派人甲你告啊，哦，啊，你爱出具良民证，即个良民证吼。自即日起，盖用机关首长庄英文签字章，代表啥物呢？参加就好啊！哦，现在投看伊那无必要啊！为啥？这写伊无，不过伊无安尼写，伊是写讲签字章尔。哦啊，这个官员吼，这个也做机关的，也做迄个印鉴吼，印鉴提掉啊，无用啊！哦，警察机关的吼、哦，这是我的啦，表示我嘛是好人。哦，我是不是坏人啦？吼、哦，我不是坏人。原本有这块银啊，即卖无啊，即卖干剩只尔，或者我大家也是只切的吼，啊所以，咱就当从这来看出来一个现象吼，中华民国，唔呐干呐三军总司令部裁撤，唔呐干呐宪兵裁撤，
和警察机关拢一步一步伫咧退啦，吼、哦，一直拢全部拢开始咧一直在撤退了吼、哦。所以咱爱知影讲，咱其实咱不是无做代志啦，而是做些代志，不是咱亲身做，咱去要求，咱去诉求。好，那我们会达成一些成果，像讲即摆八十四年厝的囡仔，免阁做中华民国兵啊。我最近大家拢有看到吼，新闻安尼报讲咧一个姓洪的阿兵哥，阿叫中华民国甲抄袭吼，啊然后报连续报个外月呢，我大部分人嘛拢有看咧，照三顿甲你洗脑，吼、哦，要创啥物事要报这個，你知无？要甲国会报告，因为吼，伊要掩饰吼中华民国的军法无效啊啦。军队撤掉了，然后军法也要撤掉，然后他也要给人民一个合理的下台阶了，他要做一个合理的下台阶，他才能够去安大家中华民国人，免创啊，你知道吧？继续骗，中华民国会继续骗吼、哦。所以伊即马，迄、那个伫咧中华民国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，讲火速三读通过啦，我即火速来加起啦，表示伊吼，决定调出关键，其实是美国的要求啦吼、哦。中华民国袂当当这个所在，佫继续。做武力占领的状态哈，啊，包括警察机关，诶，维护秩序哈，他的那官方硬件都是属于民间机构，不是属于官方机构的，好。我伫越南来吼，拄好正拄好啦，我九月初八，诶，八月初九，歹势，八月初九对啊做越南干，啊，八月初八遐拄好发生一件命案，要来甲各位吼，首先要来各位分享这一桩命案怎么发生的吼。这大家都会当去找到啦。这天八月九号吼，被我截到什么？口角冲突，台商在遇袭死亡吼。其实这个人吼，就是南越南迄个所在，讲伊是啥物人？伊是中华民国的人。伊来讲吼，迄个越南对伊真友善，因为阮这囡仔拢去，阮这台湾囡仔去啊去工厂咧吼。伊就是讲啊，这安尼，咱就算讲去啊投资，算讲伊对咱做友善，然后啊报报告。我们是用佛摩萨，是用台湾的名义去的。不过，伊这个人吼，迄算阮的下包商啦吼，因为下包商嘴外较文小心。啊，林先生吼，讲啊，我是中华民国的人，我去甲各位报告，你敢知影南越南讲你中国人外危险？因为越南吼甲中国长期以来拢敌对。好，啊，中华民国，你讲你中华民国就是中国人啊、哦！吼，啊，而且中国人吼、哦，内面的中华民国这群人吼、哦，伫咧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吼、哦，捌去糟蹋过因越南人，所以吼、哦，中国人出卖的，啊，同卖的中国人袂对，住伫台湾，啊，所以你谈越南讲你是中华民国人吼、哦，你足危险的哦！我要甲各位讲一个这个理由是安怎吼？当初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吼，因越南政府甲大日本帝国的防备。啊，整个的啊，做中南半岛吼，就是讲啊，做南支那半岛吼、哦。南支那半岛不是讲南支那的土地啦吼、哦，是讲包括泰国、包括寮国、包括越南、包括柬埔寨，这个所在全部拢对美国宣战。黄种人甲白种人的战争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白种人啦、啊、吼，不是北京人啦、啊，是白种人啦、啊，吼、哦，不是北京那边的人啦、啊。尾啊，中华民国。伊就是蒋介石做迄个啊，做反叛中华民国的人吼。伊是其实中华民国真正的主权的继承者，叫做汪精卫。吼，伊讲啊，做伪中华民国啦。其实伪中华民国是孙文所传落去的主权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政府吼。啊，蒋介石伊是反对汪精卫的一个军阀。吼，啊，不过伊就是跋筊跟着赌，吼，啊去替中华迄个做美国的麦克阿瑟去赌。做尾啊，麦克阿瑟一样命令兵头的，和蒋介石派兵去占领足侪所在，包括伫咧台湾这边派单移来，吼、哦，这大家知影尾啊发生二八事件，啊，迄、那个佫派卢汉去占领越南，啊，派迄北越啦吼，包括迄边，啊，佫派迄个做孙立人去占领缅甸，你敢知影以前恁遮有北越人请你举手？北部的人，哦，啊，你知影咱北部只有一只大象叫做林湾，有啦吼，哎，啊奇怪嘞吼，啊林湾讲中国人无啥讲无出林湾，有当时啊我拄着路的吼，讲啊你都讲你唔是中国人，你来是中国姓，啊林湾讲是中国姓，足奇怪嘞吼。迄代迄只缅甸相对当初是孙立人，吼、哦，伊时阵跳甲豁出去的时阵，对迄个缅甸遐向豁出去的时阵吼，
伊尾后抓一个后面个一个留下一个证据啊，哈，表示讲伊捌当阿占领过，啊，不过伊姓白占领失败。你敢知影？伫缅甸迄个所在啊，孙立人算是很有军事啦，他一样被赶走，被出驱逐出去的哈。啊，如果你是想着含迄个台湾的迄、那个当台湾在糟蹋台湾人的待遇同款，但遐就是拢做一挂违规三者的工作，吼、哦，啊，食饭无要付钱，军纪当然愚蠢。所以越南人尾仔就要求甲驱逐出去，来接受伊个占领，因为这个人，这个我讲真个，中国人无啥物好个啦，吼，拢是歹个，真害啊！啊，即大家会当去维基百科看这个人的生平吼，伊尾仔搁去投靠啊，做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咱伫咧咱台湾吼，伫咧啊做二次世界大战个时阵吼。这多两边啦吼，指挥官这边是麦克阿瑟跟罗斯福啦吼，啊这边是昭和天皇东条英机啦。你注意来看，其实咱的战地足侪人诶，包括爱新觉罗溥仪啦吼，包括中华民国的汪精卫政权吼，啊做迄个宋康，就是因当初是太皇吼，太皇就是迄个赴美皇那边的吼，啊保大帝吼，这拢是老威尔巴莫的吼，整个中南半岛拢是咱大日本帝国。诶，这伊，啊，我去遐个时阵哦，伊拢讲哦，啊，恁都台湾人都日本人，因比咱较清楚哦，恁台湾人是日本人诶。啊，结果恁即摆说叫中华民国占领了，都对外拢咧讲你是中华民国人，因作错咧，因为中华民国人捌去糟蹋过因中南半岛诶，哦，所以我是希望大家爱清楚咱家己是啥物人，这足重要诶，无出外去哦，足危险，讲唔对是哦，冤枉死诶。不是讲死的，是玩弄死的哈。再、哦、有一个维基百科，你也当去看这个，叫做卢汉这人的评价哈。伊做歹啦哈，因为伊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哈、哦，国民政府就是蒋介石政府接收越南的北部，啊，伊的部上哦，军纪败坏，会强奸民妇，白吃白啉，哦，都歹代志。都讲啊，生人讲台湾人，你讲讲生计人无，北计使啥物？有啦，哈、哦，对啦。啊，咱的迄个做咱蒋慧文教授，伊嘛咱台湾政府的迄个教育部长嘛吼，伊嘛我来新闻讲，这个武汉是掠夺越南北部的成瘾的感官艺术，啊，中国人拢是一挂没有什么纪律的一个人吼。啊，越南人讲中华民国是中国人内面同苦学的一份哦。啊，台湾人却是太平战争内面越南的战友，吼、哦，咱今个头前做的做迄个拍美国的吼。台湾人是中华民国人吗？不是吼、哦，不过要考伊报告，你若唔知你家己啥物人的台湾人，同好唔通离开台湾，足危险的吼。讲你中华民国人出去是叫拍的吼，叫拍死吼。啊，是这啦吼，再有一个吼，我再有甲这个报告，这最近的报道呢，2013年的8月9号，都发生但是几工吼，所以唔知影家己啥物人足危险的哦。李登辉先生讲：“我是不是我的我？”好，李登辉先生九十几岁啊，吼，啊，伊这个所在是真够新鲜啦，吼。我即间去参拜迄个所在，你是阵公开有用者，大家拢写伊对这个所在的感想，吼。啊，伊写一个讲：“我是毋是我的我？”吼，耐人寻味，吼，这当然毋是今年啦，迄已经不能讲啦，吼。因为这个讲我是不是我的我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它是一个代名词啦吼。你甲台湾人讲啦，因为伊即摆搁咧领中华民国的迄个退休金，所以我爱甲写到最清楚啦。互你去想，互你台湾人去想啦，你若会想，你就会活；你若袂想，你就袂活啊吼。台湾这个我就是代名词啦。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？日本是不是日本人的日本？必须得有咧讲吼。国宾饭店是不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？唔是啦，吼、哦！我是本土台湾人，不过我到底是虾米啦？按照国际法，我的国籍到底是对一个的？我爱向虾米人效忠？好、哦，阿辉别来讲，我是不是我的我？它是一个问号，一个问句啦。不过其实他的答案就是一样，同样这几个字啦。我是唔是我爱我啦？台湾是唔台湾唔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好、哦。所以他的问号，他的那个问词哦，伊咧问这句话，就是咧问恁台湾人是台湾人，哦，啊，答案嘛是这句话啦。
算我那伊足厉害吼，咧甲款即句话，即句吼，嘛是问问你的话，啊嘛是甲你讲的答案吼，你要自己去能够演绎吼，可以让你知影讲到底啥物。当然你讲吼，人若做政府啊，做啥物？太贵，吼，即大家拢捌听着的吼。你敢知影即句话吼，用心良苦，吼。咱个真正一辈人，你甲咱讲，我袂当讲啊，你清楚哦，因为袂当讲像伊啊。伊就甲伊讲吼，人若做政府啊，洗菜粿啦，吼、哦，是安怎嘞？这菜粿嘞，这牛啊，都共款个物件。啊，咱讲到讲啊，比较来，我讲袂错。你若阁骗家己吼，你含生苦粿都有可能哦。你知影吼？哦，伫咧大日本帝国个台湾吼，台湾吼会生出中国猪。你敢会相信？真正会安尼呢？哦，即台湾好就是山猫啊，台湾无好，台湾有山猫，哦，山猫啊，哦，即山猫。啊，即只啥？咱台湾人同好饲啥？饲猪啊！吼、哦，有人讲伊高级外省人啊，吼，啊，我伫咧图片内面我找不出高级的外省人长什么样子啊。不过我可以找到特级的那个猪啦、啊，台湾人上面比较饲猪界啊，大家拢在大只吼。啊，台湾吼，去食着中国猪呢，这有合理也无合理，无合理啦，啊无合理的物件就无合法，吼、哦。即款阿祖的名叫做林浩，吼、哦。啊，安那生所以讲比成中华民国的林永成足奇怪吼、哦。这明治呢，明治天皇时代的人呢，啊你若要摕伊中华民国去做的，啊做迄个物质评分，才会好笑。伊甲你写啥呢？明前。民国前是前个当时啊，民国前是啥物？甲你写民前，中华民国还未发生进程，还未建国进程，还有这种的吼。大日本台湾人有国籍，生到无国籍。大日本帝国的朝代的人哦，吼，这我阿祖吼，生到尾啊，好去生着猪啊，真正是世界奇观，吼。我要来各位看吼，这就是。中华民国身份证即只字啊，啊不过改吼，歹势，我即摆已经摕到中华民咱台湾人的身份证啊吼，我培养我的身份啊，我已经是中国字啊吼，去生到尾都变中华民国的国民，日本人去做中华民国国民，足奇怪的吼，太安尼生的吼，足厉害。要甲各位报告，咱伫咧国际法内面吼，有两个所在去讲到这国籍的部分吼。第一就是1948年国际人权宣言第15条，人人享有国籍，任何人的国籍，袂当无理甲伊剥削，嘛袂当甲伊啊做禁止伊改变国籍。你若是这国的人，要去别国，会使无？会使，你爱移民。哦，像咱讲啊做马英九，伊若要去做啊做美国人，会使无？会使，伊先去取得绿卡，然后去。有的人大部分人爱去上政治学，爱去学名课件，名从美国挖落去。啊，七档了后，你就当有资格会当去家投票，吼、哦。你爱去家投税，爱奉公守法，爱效忠你的国家，吼、哦。任何更改的国籍的权利啊，袂当甲否认啊。你爱何会当去移民啊？吼。另外，这都是伫咧1997年的欧洲国际公约第4条有一个规定，吼、哦。人人皆有权取得一国国籍，啊、哦，无国籍的状态应该爱来个避免，哦，啊，人个国籍袂当任意来剥削，啊，即个咱即摆台湾政府咧做个工作，啊、哦，因为咱个国籍，叫人共悬置，叫中华民国悬置68档啊，吼，68、69档啊，吼，所以，咱就一直咧做这个工作，吼、哦，咱台湾人伫全世界是无国籍的人，吼、哦。啊！你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啊，摕中华民国护照，去到外国是足危险的吼，比讲你无国籍的人更加惨哦。所以，甘愿讲我是无国籍的台湾人，千万唔能讲你是中华民国的人哦。黄毛猩猩都有受到国际濒临绝种保护，好、哦，有一个国际濒临绝种动物保护法所保护啊、哦。台湾人是含这个也做。无国籍的台湾人是比黄毛猩猩的国际地位较不如，哦，无任何的国际条约在保护无国籍的台湾人呢。那台湾人足可怜的，所以阿辉伯啊啦吼，啊一寡咱的一寡政治上的先辈拢讲啦，台湾人安那悲哀啦，真正悲哀啦，哦，
啊，咱做大日本帝国人，人会安尼讲，啊，日本人迄时阵南京大屠杀杀了多少人啊？杀了300,000。哦，我要请恁大家想看卖，看卖这个报道哈、哦，这就是阿拉啊哈，426嘛哈，讲啥426，426解放军啦、啊、哈，你看这人地平好，哦，啊，然后唱第啥物？西藏喇嘛下个僧服啦，啊，穿因的衫去创啥哩啦？去威威山做。啊，为三组了吼，迄记者给甲翕相吼，然后伊就借口讲，啊，这喇嘛拢他妈扰乱社会秩序啦，这人爱甲逮捕，爱来甲镇压啦，吼、哦。结果真正咧为三组是解放军的迄个演员啦吼，啊，真正杀的是真正去杀死人的迄个叫做西藏喇嘛，这杀真正，啊，其实是这人去为三组，这人穿军服的，恁对这个是看卖啊？南京大屠杀是到底是啥物人做的？我要报报。南京大屠杀是蒋介石穿咱大日本帝国阿扁哥的衫去威威山做。伫咧中华民国的军事馆内面吼，有一张，你入去的时候，你最近封馆啦，可能叫我讲一下，刚好闭馆啦，可能整修装啦。入去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张图，吼、哦，一个日本兵也是伊骨头插伫头壳。头前摆一堆的人头，讲迄就是南京大屠杀，那个日本人杀死那个我们那个中国人证据。你甲注意甲看清楚，迄幅图可能唔知大家有印象无？大家可能有捌去过啦，无印象哦。啊，伫咧历史课本嘛有写哦，可能恁拢也有印象。哦，恁最近去遐看嘛，看迄张我刚打出来无？我甲看的报告，卖看遐，你甲看边仔是啥物？大家拢夹馒头的呢？迄啥物事件？敢是南京大屠杀？唔是啦，迄叫做。迄、那个萨德克巴的迄个事件啊，就是武侠事件，迄是萨德克族跟萨德克族两个对台啊，那是二次萨德克族的那个雾社事件，二次是雾社事件。啊，然后一挂人开台的时阵哦，迄、那个日本的警察就慢慢帮他们这人互相斩杀，安尼啦。结果叫伊提来讲，做讲啊，这就是迄个做中国日本人开始，但迄个做中国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。做好笑的，伊人扳刀拢看不出来，做粗鲁的吼。包括反正恁后边去就无通看迄张啊吼。啊，甲因改掉恁迄个错误，迄个做教科书嘛，无要紧吼。有这个2012年啊，2012年吼，解放军脚下的葬身吼，是看嘛咱1947年2月8日，国民党枪下所杀死150,000，诶，大日本帝国台湾人，这150,000的数据，敢是正确？我也报告。告报告啦！咱伫日本时代拢有做火车停本嘞，一个人拢袂当拍起工嘞。安尼我都查出来，有法都查出来。中华民国讲的300,000，敢有人要甲承认？无人要承认，尾会用咱算嘞。去甲迄个做800-900年前迄、那个伫台伫迄个南京城外口迄个乱葬岗哦，遐骨头拢来挖起算，全部算算死人，拢总300,000啦。讲安尼拢死300,000啦。800年前，日本就去台死人了，对啦，吼、哦。这都是中国人哦，作到讲袂出来吼。不求真实啊！啊，咱台湾人200,000，我都死偌济。郝柏村说死不到1,000人啦、啊。郝柏村迄人要第二嘛，哦，后边这人爱登去中国，哦，或者登去团，卖互伊台湾写卫士，哦。咱日本咱台湾人伫咧日本时代就拢有做好做啊，死几个人足好算的，吼、哦。蔡英文咧讲啊，多给中华民国一点空间，啊、哦。统一嘛是台湾共识的选项，这报纸大家反正作者先摆好，好过吼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是啥物？中华民国就是民进党吼蔡英文因咧支持的一个国家啦，吼、哦，伊叫做台湾嘛，也是叫做中华民国，足奇怪吼、哦。所以中华民国民进党是效忠啥的？效忠中华民国，阿扁啊，就因做，阮迄时嘛毋知影啦，迄时秘书长因律师来未开始的时阵咯，阮迄时嘛支持呢，嘛出去选举呢，嘛去支持阿扁啊呢，选掉咱嘛偌欢喜的呢，哦，足欢喜的啊，啊伊咧，然后伊咧竞选咧开啊，阮安尼家族啊拢动员，啊然后拢甲斗开呢，啊，迄服务处大家拢去捐钱的，啊出英文嘛出来骗小猪呢，吼、哦，啊拢捐钱的，骗咱台湾人感情，出口的吼、哦，结果伊支持啥？上台的时阵，嘛是拿着中华民国的宪法，哦，我效忠中华民国。可恶，哦，不过虽然
我骗一届啊，骗两届，嘛，搁要骗第三届啊，茫真正国家，茫国家安尼啦吼。强盗跑进家里面搜刮啦吼，你无甲关照，你搁一年做阿爸，吼、哦，标准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。好、哦，咱这少年啊，我这迄个台上这边讲的一些标准名词，恁等我当，我查清楚，我恁要甲这个物件讲足清楚的哦，会浪费足侪时间，讲袂完。请恁大家提出来看卖啊！了，中华民国发予你的身份证是啥物身份证？吼、哦，是公民身份还是国民身份啊？即只中国猪吼，伊写伊顶头写是国民身份，我无共问，这人是我，歹势，这人是我。吼、哦，啊，都林浦生的中国猪啦，不过已经改倒转来，即卖是台湾虎啦，吼、哦，毋是国，是中国猪啦，吼、哦。请恁大家注意看卖啊！恁拢捌上过公民与道德，公民与道德该教啥？什么人拥有？投票权，公民才有投票权哦。啊，你中华民国讲叫你提身份证，满十八岁就当去投票啦。哦，啊，你来我要发行公民身份证啊。你去想过无？我甲你讲咧吼，中华民国敢有存在？中华民国早就无存在啦吼。中华民国的总统啥物人甲选的？外国人甲选的。啥物人是外国人？台湾人就是对中华民国来讲是外国人啊。好，啊，去靠真正中国人敢有去选马英九来做总统？无啊，啊，所以，因按照中华民国宪法，他们的那个中华民国总统当选有没有效？无效，是无效的，吼、哦。公民才有参政权，吼、哦，参政权拢总有四种啦，吼。其实咱伫公民道德下是拢总四种啦，其实拢总八种。选举罢免、创制复决，另外四种啥物呢？被选举啦，吼，被罢免。啊，那个反创制，刚才讲做迄个那个反复权，会当去当政。请问你领票的时阵，是安怎摕国民身份在咧领票？你违反了选举罢免法，违反宪法的吼。你爱摕公民身份证，才会当去领票的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台湾政府所发行，迄个美国迄、那个美国这边吼发行的，哦，台湾人的台湾身份证哦，伊也是公民身份证，不是国民身份证哦。不过他还是有做 class 的那个区别。本土台湾人，你才当有 TW， 好、哦，基本目前是 TW 的等级。啊，你若中国人来你台湾，你要留在台湾会使无？会使吼，我让你有，我们会有让你有时间来两年的思考期的吼、哦。你也当时刻啦，两年思考期快到了，我来报报告。因为吼、哦，我的身份证是伫咧2011年的11月初一的时候摕到的，所以两年的思考期，他应该在什么时候截止？在今年的10月31号截止哦，哦，所以这无必要搞水啦吼，那么伊若是要等于中国哦，我是较欢迎啦，所以我一直不爱讲这个代志，我特别讲吼，不知道各位知啦，他们思考习惯过了，啊，我们也不鼓励他来申办，好、哦，不强迫，也不鼓励，也没有办法禁止，因为伊当然是习惯，伊必须要有选择权，啊，台湾人爱看面来办这张身份证吼。我要讲报告吼，1895年台湾永久割予日本停哦。1911年是中华民国才伫咧南京建国的吼。啊，请问啊，这段时期的时台湾是啥物？日本啊，吼、哦。1945年时，大日本战败，借由麦克阿瑟命令来代管。流亡宪法，流亡民国，然后叫中华民国是流亡民国，流亡宪法，流亡宪法的主权，包括领土，包括人民。当时有来包括台湾，像我阿祖林浦阿姨伫咧啊做兵伫15年的时阵出世啊，迄个时阵啥物时代啊？迄时阵敢是你中华民国的时代？毋是咧，伊写甲你写一个民前，迄个国家还袂建立之前，伊就迄个做事务官来办迄个户籍登录啊嘛，蛮叫骗你，民前就是在骗你的啦吼。我要来各位报告，中华民国187条宪法本文，甲12届的修宪案，完全无包括台湾甲澎湖的领土，吼、哦，没有包括台澎领土的主权。我提些物件，各位做一个证明吼。中华民国自台北的领事馆，我要问各位啦吼，外交部的领事馆，你想讲中华民国在那个美国的领事，啊、哦，那个领事办事处，即嘛是办事处啦。迄、那个所在对啊，做中华民国来讲是国内啊国外。你会甲领事馆寄到国内无？
领事馆是建置在国外的机构，不是建置在国内的机构。中华民国迄时阵，组一个叫做中那个台北总领事馆的家吼，伫咧啊做迄个林本馆的店铺遐，三迄个啊做迄个即卖伫中山北路二段迄个所在，有华人银行迄个所在。中华民国驻台北总领事馆，那中华民国对台湾来讲是国内还是国外？国外诶，他是外国人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咱即卖即个外国人你甲选总统，是咧选总统，唔是总统啦吼，外国报告还唔总统啦。这个物件吼，外国报告吼，伫咧美国，听好清楚，美国的国内法、台湾管理法咯。全世界敢若一个国家敢定台湾关系法吼，顶头有写吼，中华民国政府叫做啥物呢？台湾当局。不过吼，你甲翻译起来吼，怪怪的吼。因那有去读英文吼，也有写写一个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。所以它是 authorities on Taiwan IES 哦，你我叫用红色个用起来，咱有读过英文的拢知影。这样 IES 是单数还是复数？复数哦。哦，所以你等下先，唔好听你用什么不给贵哦，你等来查哦。我讲嘛，即个恁骗哦。不过我刚刚你讲叫你去查，就表示别个恁骗啊。台湾当局们呐、啊，不是台湾当局啊，那马英九是什么？台湾当局的局长啊，他不是台湾，也不是所有的台湾当局都归他管啊。台湾当局有很多个啦、啊。那目前可以称对外称台湾当局有几个？中华民国。的目前的政权，好，这是对李光进款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啥物？美国 AIT 啊，好，一起台湾那个台湾关系法的执行部门啊，好，啊，另外一个下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啊，好，所以吼、啊，这个加 IES 啊，所以开政府无罪哦。好，你叫那警察你甲伊讲讲啊，你开政府无罪，判断罪吼、啊，乱判的、啊，不是判断的、啊，他们乱判的、啊。请伊去看卖啊，台湾关系法顶头同尾条下者以英文版为主哦。不是以汉文版为主哦，这边 authorities on Taiwan 这个是叫 IES 啊，所以政府不一定一个尔哦，咱会当家己建立咱家己政府啊，所以甲政府咩唔敢甲咱剿灭啊，哦，咱若讲了，咱若真正违法，伊敢会当甲咱剿灭，会使啊。问题咱敢违法，咱无违法的哦，咱的也做基人长哦，我州长做驾驶的哦，迄个也做办事处是只甲落伫咧也做基人的警察局的对面的哦。叫甲咱大家甲咱顾好，吼、哦，是不是？咱卖甲聊就袂歹，佮佮伊佮来甲咱聊，还是讲讲下啊。所以这流亡民国啦吼，所以流亡国啦，罗马国的宪法内面的有效公民哦，伊无来参加选举，啊吼，无伫咧宪法内面的台湾人来咧选举，所以安尼总统够效，无效啦吼、哦，啊所以。蔡英文当初是伊嘛读国际法了，啊，伊出来选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在创啥？在甲中华民国护航。好、哦，伊也出来选，那个投票率就高了啦。你若卖叫出来选，啊，就当然当选啦。好、哦，卖讲台湾人未出来选，下面讲讲的中国人伊嘛未出来选，安尼投票率低于50%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？你知无？选举无效，伊就是我后这个代志发生啦，所以才叫一个民进党人来配合演戏。恁台湾人有出来甲伊拼，啊台湾人有人出来甲伊拼，遐乌啊，遐汉子，遐乌汉子，都拢走出来，一堆人吼。今天表这选举是咧表啥物咧？选举超过50%，就会当向美国请求继续甲恁台湾人占领，因恁台湾人家己要接受要占领，因为选举的人数超过50%。啊，所以伊大概中华民国总统包括阿扁啊。选调的时阵，我发现一件代志，我先是讲，我台湾人出头天啊，结果爱等美国的贺电的，我开始拢硬讲，啊，咱不是独立的国家吗？是爱搁等美国贺电，彼时咱唔知影的吼，不然咱知影吼，台湾关系法继续让蒋介石延伸下去的政权继续有效，就是那个选举啊，啊，你讲要叫台湾人选举，够可能？台湾人感觉吼，伊手手底无一张票，无去投票，伊会怎么足艰苦的呢？啊，问题敢有想清楚？你去投票，表示你接受伊的管理啊？你知影无？就是安尼来吼。在台湾关系法，咱维基百科少年人等于爱甘来查吼，后边咱来替啊做迄个国家，咱的真正的国家来服务的时阵吼，你们都要很清楚。所以你这少年，我赋予给你们一个不要说任务啦，一个加课啦。你等底下先哦，你看到关键字都要去看，都要去了解。
以英文版为主，包括马关条约，包括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包括美国的台湾关系法，全部都是以英文版为主。你别当可以看，那合约跟台湾写个白纸黑字，哈。台湾关系法是今嘛，哎呀，好哦，台湾关系法现在有没有效？还有效哈、哦。那个美国的 AIT， 他只是把450个人裁到剩下50个人，所以他还是有效。一个人来下就好啊，都天天跟你讲命啊。你想看嘛嘞？全世界要到200个国家吼，是安那？敢若美国有台湾管理法？是安那？是美国的国内法，不是国外法。好，啊，过来，美国跟台湾有关系，是啥物关系？中国。宣称跟台湾有关系，是安那无制制定成中国跟台湾关系法？你有去想过无？什么叫台湾关系法？台湾玩到死的法律啦！我各位报告，伫咧马关条约、甲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以英文版来讲，咱的名叫做啥物？咱的名叫做TAIWAN， 敢是这个台湾？我各位报告啊，唔是。叫做佛摩萨，咱伫主权交割的合约内面、条约内面，顶头写是佛摩萨，不是台湾。台湾这是什么人写的？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所上面所写的叫做台湾，他用汉文下去译音，直接用 TAIWAN 把你念作台湾，台湾。你的名刚直接叫做台湾，挂各位报告，你的名英文名叫做佛摩萨，不叫台湾。这个关系代表什么呢？你拢知影陈水扁这个人吗？唔知影，请你举手。唔知影陈水扁的，真好嘞吼，100%，大家拢讲陈水扁嘛吼。陈水扁去中华民国，甲三日俘虏，伊的名叫做什么？咁，即摆咁，你拢讲迄叫做陈水扁吗？叫做扁头啦吼，伊的扁头叫做1020，哦，所以伊的名。在外口，伫笼仔内，伫外口向悬置，迄、那个名是无罪。即马这个受刑者陈水扁，伫伫笼仔内关，伊的编号叫1020，已经无名。伊的名吊伫笼仔内外口伫等伊。所以人向伫关的时阵，伊是一个编号，伊的名向悬置。咱台湾同款意思。当初是咱战败，咱替大日本帝国来排这个战争者，向美国关伫咧政治内角内面。伊的编号叫做啥物 ？TAIWAN。所以伫咧展览吼，我拄伫啊做伫领迄个啊做登记证时，来小姐讲 ，Where are you from？ 我最近定来拢去去听到迄个人咧讲问这物件 ，Where are you from？ 哦，你对对来啊吼。讲 ，I'm from Formosa， 他听不懂。讲 ，Formosa 回，Formosa is part of Empire of Japan， 他听得懂。哦，台湾 ，no， 不是台湾啦，我伫伫日本家，我讲我叫做佛摩萨，因为咱即届其实遐三期啦，你袂当甲叫1020啦，像陈志忠去看伊阿爸时，你也讲袂当甲叫讲你1020吧，袂使啦吼，你也讲阿爸啦吼，你也叫阿爸，也叫阿爸的名吼，所以台湾人唔通乖到尾也像中华民国安尼甲阿扁啊钱，伊话钱干呢，钱干即摆讲伊家己用咩袂记哩是家己想啦吼，台湾人就是甲讲叫乖68啊。怪三代人啊，家己的名叫做佛摩萨，已经拢袂记哩啊。结果拢讲家己是台湾人 ，TAIWAN 这啥物？台湾 Relation Act， 一直讲法，台湾关到死的法律，吼，袂关到死啦，吼，关到19当场同齐啦，吼，总期国际总期是99年，啊，若毋是秘书长，去甲咱替咱台湾人出一口气，去甲告美国。咱台湾实际上关高是高高，好，即个少年咧，阿笨像我安尼吼，容易就当老啊，小可就一个会吼。他都我讲的吼，咱即来甲各位做一个解答吼。台湾是大日本台湾，吼，是美国单独征服的占领地，是占领关系，但占领不能转移主权。第二点，大日本帝国台湾。被美国征服了后，美国应该执行占领的义务，吼，因为吼，美国足恶一个，美国因吼，因爱遵守国际法，袂当违反战争法，袂当虐待
啊做被占领国的人民。结果伊安那呢？伊家己袂当欺负这个人，结果伊牵只狗来甲你领地啦。所以中华民国是比较啥物？看门狗啦，跨门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看门狗咬你可不可以？人不可以咬人嘛，吼、哦。那狗咬人可不可以？他说这样子可以，因为不是我咬的。啊，狗是看来呀，吼、哦。咱即摆要求，你甲迄只狗啊，甲赶走。你甲占领，你都爱来诚心来占领吼，唔当叫一个流亡政权不存在的国家来咬你，好、哦，他在法律的边缘上游走啊，你跟他必须要来拖出来搞啊、哦，所以美国人你若够唔做，我哩继续话你讲吼，我、哦、哩全世界拢知影你美国人安怎对待台湾人，啊、哦，啊当然啦，咱正牌下咱嘛爱较谦卑的吼，咱嘛是爱服从美国的占领，只是讲。美国，你还没有来做这件事情之前，哦，林永成活着的一天都会继续骂美国，哈、哦。用美国宪法适用，歹势啦，他讲了叫离题，然后讲到他，我跟你讲啦，第二条，第二结论就是讲，大日本帝国在被美国征服了后，美国应该亲身来执行占领事务，那么欢迎伊来，好、哦，啊，适用美国宪法来保护加拿大。按过麦克阿瑟再来用这个普通命令一号，我改这台湾，搞蒋介石来代管，所以蒋介石是伊的佣兵啦，算是他的保全公司啦，哦，伊算是保全公司啦，因为伊是民间机构啊，对吧？中华民国的对抗是啥物啦？美国在台协会啊，而美国在台协会是民间机构还是官方机构？民间机构啊，所以中华民国的政府即马是。叫美国的一个民间机构来管理的，安尼讲是政府，它不是官方，吼、哦，伊毋是官方啦，吼、哦。过来，中国伫咧1949年的时阵才建国，到甲大日本帝国战争无呢？1945年的时阵，整个二次世界大战都已经结束了吼、哦。啊，中国伫咧1949年的时阵建国，所以无来甲大日本战争，所以伊到台湾的战略管理法，伊到权利好做，无权利啦，吼、哦。蒋介石1945年代管台湾，1949年的时候，蒙古带着大量的难民，和美国甲再来伫咧台湾遮安排收留伫美国的占领地，大日本帝国台湾的台北。所以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很多人都叫做什么？中华什么？台北啊，还好是有台北，阮住家己没有中华嘉义啊。所以中华台北阿边那咧。全世界咧比赛的时阵哦，恁大家莫甲加油，和天龙人去甲加油就好啊吼。我即阵要叫声段宇，啊做台北咱本土台湾人，你嘛莫甲加油。你若拄到中华嘉义的时阵，你好大家甲加油。他只有占领中华台北，哦，他没有占领整个台湾，不是中华台湾，也不是中国台湾啊、哦，是中华台北 （Chinese is our Taipei）， 可是是他真正的名词，啊、哦。哎，对。出来了哈，台湾人哈就可怜的，悲哀面对的。税捐寄生处，捌去拿过税，请你举手。哇，大家拢捌拿过税呀，我报告过。啊，有去捐过钱的，请你举手。捐钱，捐过钱哦，不是纳税哦，捐钱。捐到上路会使，捐到红十字会啦吼，迄人民的组织嘛会使，好啦，有嘛？哎，对啊，拢有嘛。税捐基征处，伊甲税甲捐，更正位，我甲各位报告，税是啥物？应该你个纳的叫做税啦，无应该你纳的，不过你想要甲纳的叫做捐啦，是毋是安尼讲？中华民国最好受过嘞，人迄个也做外国人无安尼写哦，外国这个单字是写讲财政收入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税，好、哦，没有分成税或者是捐，而是一个单有名词。伊用税甲我甲你囥做位，然后寄回互你，讲啊，你今年拢总赚偌侪钱，麻烦你来缴一下税金的，敢是缴税金？无哦，伊叫你去捐款。哦，伊才叫你去，你若无政府68年的税款，到底是税还是捐？你家己查无吼，当然是捐啦。伊叫你捐互你，吼、哦，伊寄回去互你，讲伊，你都赚遮侪，安尼尔，啊，你去交爱偌侪，甲你算好，伊敢有叫你去拿？伊无叫你去拿咩？伊敢有甲你压去拿？啥物叫做税？税就是讲哦，你做的时阵就已经甲你扣头前啊，迄叫做税，硬币的嘛。啊，你附在那个营业税、货物税上面那个叫做税了。啊，你的所得税上面叫所得捐，哦，那是所得关系，你家己心甘情愿，哦。
家己咱遐进去，吼，迄个可怜的流浪者，因为伊是流浪者啊，你也较可怜啊，吼，伊当遮，吼，也无土地啊，吼，啊，过伊住足寒啊，吼，伊无钱啊，问题政府拢甲补助啊，吼，啊，伊是苦也是可怜啊，台湾人啊，真正，所以台湾是足可怜的嘛，含你纳税也是纳管你拢唔知影，吼。所以大家爱记吼，你若到随心哦，你要抱着很慈悲的心情讲，哇，我要来饲猪啊，吼、哦，你，吼、哦，你知影？啊，有这個心态哦，无你上我的课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，我实在足唔甘愿的，你知影？饲猪过后，这猪甲你咬走，吼、哦，过来查下，过来糟蹋，吼、哦。所以恁老的拢是官，吼、哦，啥物人爱纳税？中华民国公民才需要缴税的。国民也不用，因为国民像伊那嘛，伊那嘛是国民啊，他不是公民，要被判刑的也叫做国民嘛。他还有一部分的能力还没有办法取得的时候，他叫做国民嘛。中华民国的公民才有资格向中华民国缴税，所以台湾人去缴的是什么？捐啊，叫你去捐钱啊。那台湾人真正是全世界同大的慈善机构，啊、哦，所以个。规世人唔捌纳税金哦，因对中国来时，大家拢有保障名额哦，迄项唔捌钱拢去做学校了，校顶的，哦，啊，迄个即个人诶，要创啥？规世人唔捌纳税金诶，军工价要不要缴税？大家拢有头路，应该纳税金，唔免诶，哦，啊，伊公务员诶时，迄时阵特考啦吼，补考诶时，拢有保障名额，啥物呢？中华民国36个省份，然后每个省份吼都有名额，这叫公平，这叫公平嘛吼。因为你台湾人有没有住在那个36个省份里面？没有，那怎么办？那你就先把人数先除以36分之1。啊，因的人刚无刚订了户籍，无户籍成本啊，所以来这里安排哦。你住在袂记得安尼，那先住甘肃哦，甘肃过名额满了，那你换住那个河南好了。安尼嘞，所以你名额都分配完了啦。结果你台湾人因为考试，佫考袂赢伊啦，是啦，命格有限嘛，生多粥少。哦对啊，一只餐内煮高碗讲啥物？水啦，水啦，汤够卡汤好啉，一点尔啦，迄叫做水啦。哦，所以台湾人啊，唔通阁讲落啊。哦，啊你若要阁继续纳税，你就要抱着很慈悲的心情，讲，啊，我阁来饲猪啊。哦，就安尼，开始是是是，开始是。那些成绩都不够的人，开始。因为他是国民党的，就是代表罗代代表。哦，加分，嘿，对，左后门，对。这就是党职转军职，军职转政职，啊，转来转去的，四个是四个拢有事啦。啊，对，这有发生过吼，党职可以转军职，吼，军职可以转公职，吼，所以你要加入国民党就好看的吼，啊，加入台湾民进，我搁矫情，吼，如果台湾民进，咱才是一个国家，咱要把这个让咱顶头的牙槽这比较搬走，你敢知影？哦，还有一件事。来，台湾人与国民党还是被国民党欺负。啊，对，对，压制，因为啥物人要拍好一个，嘛是迄个底下咧，甲咱人拍好一个，咱纳税哦，结果伊甲咱拍好一个，讲你安尼，吼、哦，就是，所以台湾人啊，唔通阁做中华民国公务员啦，吼、哦，含恁走路，党政军眷属优先咧，要避防空洞哦。你台湾人袂当新兵咧，啊，先留遐底下兵咧哦。我恁这台湾人实在职业取缔。我咱大家拢慈善事业做真大吼。时间的问题，咱先休息10分钟，好啊，然后确定咱再阁继续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起立，好，口休困10分钟。